阿爸的歌声，大德国小夏金石。阮阿爸爱唱歌，欢喜的时唱歌，无欢喜的时唱歌，做事的时唱歌，闲闲的时唱歌。歌声会当传达伊内心的快乐，歌声也会当予人宣泄伊内心的忧愁。尤其是周天王作词，昭和九年创作的《河边春梦》，伊上爱。河边春风寒，怎样阮孤单？月亮树、乌鸦花、翠心鸾等撼动人心的作品，特首拢是阿爸的相爱。阿爸出世是伫大厝体，罗正厝写是大姓，住伫罗正厝规庄坎坎的拢是亲情。我会记得细汉的时，阿爸住的厝是呈现茉莉形的正新户龄厝，阿爸的房间是伫正面的正新。香槟的火龄也够有真济，职工啊、新妇啊咧住。阮阿妈自早有抱一个新妇啊，叫做兴啊。安生大汉要和阮阿爸做某，但是阿爸唔肯，真亏济。阿妈只好甲伊嫁出去。阿公甲阿妈两个人无咧做石头，阿妈是一家的经济大神，厝内大大细细拢伊咧烦恼。阮阿妈有白卡。一个脚步啊，细细鞋啊，透早起来爱用一条长长长的布先绑脚，绑一双脚，落一粒包头，差不多中道啊。穿着本土衫、本土裤，分出家里，伫门口埕凉席啊凉席，啉茶开讲，亲像古早的员外甲夫人。阿爸是因为大囝无机会通读册，少年就开始做生意，赚起一家。一个人开两种店，一间铁马店，一间面店啊。那做生意，那唱歌，唱歌，家己编歌。虽然无读册，日本的歌谣伊嘛拢会晓。阮阿爸十九岁时，姑婆啊做门人，甲二十一岁阿母结婚。迄阵十五六岁啊结婚是正常的，要那是二十岁以上才结婚，算是晚婚。老母。阁无嫁妆，一嫁入门，阿公阿妈对伊百般的刁难，就一直认为阿母一定是歹查某，那无哪会甲二十多岁啊也未嫁？为着安尼，注定老母一世人个人怨。虽然真顾阿妈的怨，我毋捌听到老母对阿妈有啥物怨言。落尾啊，才听老母讲起，为啥物会遮慢嫁？嘿，是因为拄到战争，共和进前真济查甫人。拢予日本人掠去做军夫，一去拢无倒转来。大母认为嫁去做官夫不如卖嫁。虽然有真济人来讲亲情，大母拢无答应。一年拖过一年，一直到战后才嫁予阮阿爸。阿母嫁过来，厝内工课全部落伫伊个身躯，阁爱去乡里做事。第二年大汉后生出世，老爸同款开店做生意。阿母家己养囡仔，打水、煮饭、逐项做。伫要倒坐时，有一天，这个阿兄煞发烧，甲阿妈讲要去给阿姑看。阿妈讲唔免啦，叫阿母去骨头温，倒好幼幼裹脚底，讲安尼就好啊。阿母照阿妈讲的话去做，但是并无救到囝的命。厝内虽然有大姑、小姑、八九个。囡仔咧发烧，同款样咧，工课照做，饭照煮。暗顿的时，无人退手。大兄伫阿母的脚仔边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到无声。
结束小小的生命，来离开人世间。阿兄过身了后，阿母出世的囡仔，拢等一岁满才报户口。阿母连续生五个查某囝，阿妈真生气，气老母母串生拢生查某的，常常会念讲生一阵查某囡仔屁了钱花。迄个时代，重男轻女的观念足重的，连言语嘛有众多的轻视。就以看嘴来讲，查甫看嘴食素荤，查某看嘴食嫁妆，看嘴查甫有口福，看嘴查某爱了嫁妆。磕头，查甫磕头，前磕金，后磕银；查某磕头，前磕洗，后磕龙背。偏偏是磕头，是指下头或者是后脑较突出。明明同款磕头。查甫查某的用词却是天差甲地，不管阿妈安怎讲，爸母同款甲阮姐妹啊疼命命，老母样势牵大膝头照做，只有刷尾的两个阿哥有时会站出来替阮老母讲话，照顾阮姐妹啊。为着阿爸的戆叫，阮家才会搬厝，生意真无闲，逐天顾店。阮阿爸所予人叫去小叫。而且阿爸的叫只有输唔捌赢的，朋友出人，阿爸出钱，公家去拼生死。上好笑的是，这种叫阮阿爸从来唔捌赢过，但是阿爸的资金要是一直出，一直到何老母发现，佮拄到搬家，决定搬厝。阿爸的歌声大得够笑，下金色。